正版跟盗版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，哎，我好惊讶。一个是美金54块的眼影盘，一个是美金11块的眼影盘，价差5倍。我买妈祖是不是用屎做的都比较滑顺一点呢、啊？掉进眼睛里面了，哦，都给我吧。Well， 身为一个刚满18岁的大人，我们今天来开箱一些大人才可以开箱的化妆品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开箱的 Jeffrey Sada Blabla。啊，不然你以为要开箱什么？当然它是正版的，虽然它的盒子已经有点烂烂的了，但是这绝对是正版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盗版的外包装长什么样子吧。客户的理想，客户的预算，你们看看这个花纹的差别。Excuse me， 我们来看看正版的里面长什么样子。这是一个珠宝盒吧？这上面是绒布，哎，它是用木头来做的，整个质感就是超好。OK， 塑胶片，它里面居然有一个六角形的镜子，哎。而且这一盘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紫，应该是有考虑到一些实用性的问题才这样配色的吧。但是我知道紫色在化妆品里面是非常难制造的一个颜色，所以还是可以理解啦。我们来近看一下它眼影上面的压花好了。圣杯一样的压花，宝石的爱心跟宝剑，上面是一个权杖，上面压的是皇冠，上面压的是一条蛇的符号。这个是断头台吗？这一盒真的好重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here comes the 盗版。你该不会还在期望它上面是绒布吧？不可能。虽然它不是绒布，但是它有绒布的纹路。Let's see inside。它这镜子也太小了吧？它其实是一个方形的镜子，然后上面盖了一片六角形的纸，就是把这个镜子变成六角形。我让你们自己比对一下区别。正版跟盗版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，哎，我好惊讶。一个是美金54块的眼影盘，一个是美金11块的眼影盘，价差5倍。而且让我最惊讶的是，盗版上面的压花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除了 Jeffrey Star 经典的压花之外呢，杯子的压花、爱心、宝剑、权杖、皇冠、蛇跟断头台，它全部都有压，哎，颜色上面差别比较大的是这个 Take the Crown Beauty Sleep。我个人觉得差别最大的就是这个闪着紫光的黑色 Execute 惨呢。除了这几个颜色差别比较明显之外，其他的颜色几乎外表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区别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些化妆品上在脸上吧。虽然我真的很不想，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业配要拍，如果我的脸烂掉的话呢，我一定会告死那一家公司。正版的我就上在左眼，盗版的上在右眼。首先我们正版的第一个颜色呢，是用这个 Black Queen， 直接来上我们的主色。非常紧张，因为紫色是非常难控制的颜色。哦， OK。不是我用过最好用的紫色，但是已经很 OK 了。哦，这个眉毛的颜色好好看的，水妈妈。OK， 接下来另外一边是盗版的。有些人说呢，我正版跟盗版的心情落差非常的大，他们觉得有点故意。But 它是盗版的，我拿出来用已经对他很好了，你要我对他多仁慈？我最讨厌这种抄袭别人的东西的蟑螂了。而且现在我非常有可能是把屎涂在自己的眼睛上面，你觉得我该高兴吗？还不是为了告诫那些喜欢在网络上面买便宜化妆品的小傻瓜。 OK， 不要说我不公平，我这边同样也是用了 P6 的打底膏跟同样的笔刷。来，这个颜色，诶，它飞粉的感觉跟 Jeffree Star 差不多，诶。OK， 没关系，这只是第一次。我跟你说，这边呢，我沾了3次，
它没有办法加深哎，这已经粘了两次了哎。2000 years later， 啊，终于跟这边的色系有一点接近了。不好意思，两边的形状不太一样，我真的很努力把它表现出来了。啊，不行，我放弃了。这个真的不是我故意要嫌弃它，是它真的太值得我嫌弃了，你知道吗？好难用，因为眉毛这边没有上打底膏，所以超级不均匀哎。OK， 在镜头里面看起来是可以的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把什么东西涂在脸上了。接下来我用这个正版的天蓝色哦， 一个阴错阳差变成独角兽的颜色了啊！完了，盗版要怎么办呢？我就知道你的颜色叠不起来，要怎么建成呢？那些觉得这边比较好看的观众呢，你可以退订了。反正我快500000了嘛，我不想做 Q&A， 你可以退退了。我的频道不需要这么没质感的观众，我们三观不合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感觉这个比较好上哎、欸、，Oh my 妈祖，是不是用屎做的都比较滑顺一点？接下来我想用这个我非常期待的闪着紫光的黑色，叫做 Execute 呢。哦，上在我们眼影的最内层，这超美的，我要用刷子，轻轻的点上去，亮起来了，有没有？上一点在眼头，哦，超亮的，像的眼头。Oh my 妈祖，整个银河系都被我做出来了。来，轮到你献丑了。这个黑色超级 boring。啊，用刷子更惨。掉进眼睛里面了，哦，都可以吧？这个是我的极限了。我们来试试这个闪片色吧。这个只是一般的珠光吧？嗯，就是多了一层珠光。嗯，到底哪里亮了？啊，看一下这边，治愈一下自己。俗话说，免费的最贵。越便宜越费，不要贪便宜，不要以为自己捡到宝了，到时候我看你要花多少钱去修复你的皮肤，那个才是真的贵。我要赶快卸妆。左边跟右边，你喜欢哪一边的色彩呈现呢？喜欢左边的，拜托你留下；喜欢右边的，拜托你回去修炼一下。